小马刮刮乐，小马顶刮刮。河南福彩的人影虎终于到票了，我们今天拿了一箱价值50000，总共是100本的人影虎刮乐，现在开箱验票。这些票呢，小马会统一在直播间刮开，想要观看的朋友快来私信小马吧。希望小马这一次能冲出来一个。哎呦，这暴力撕开，然后里边这是有两小箱。哎呀，来，我们开箱验票。我们看到这一箱的票号是351-400。打开，真的不好开呀、啊！哎呀，哇！随便来抽一本，看一下。381是在这个票号之间的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呢就冲啦，看看能不能冲到大奖。